不太闲的眼。跟现在调料差别也太大了，我还能做出他喜欢吃的味道吗？少爷，这是小唐姑娘给你的，说实话的事儿。你是不是偷看了？许昼啊许昼，你到底给我留了多少桃花债啊？趁今天赶紧把这事解决了，我还得去找陆凌。李姑娘，这是答应给你的话。这既然已经完成任务了，许昼就应该不欠他什么了，我也能好好的和陆凌在一起。许公子这画技越发出神入化了。这是一种新的画风，叫做漫画。漫画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画中有灵，果然新奇。对对对对对，漫画就应该留你一个人独自慢慢欣赏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徐公子，拜拜。拜拜。也好不容易看上个妞儿，又让陆凌那丫头片子给坏了好事儿。这两个王八蛋竟然想害人！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大哥，我听说他押了玉去沁阳，咱们要不要？来来，干嘛呢？小二，再来一壶。哎，来了。你现在知道我是干嘛的了吧？就凭你也想害我们家陆凌？哼，我弄死你！男人说什么呢？被杀了？什么？啊！他拿刀把那帮人杀了。黑帝，救人！陆凌，是我，是我。许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他们要害你，所以我就……陆凌，小心！许昼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我许昼，许昼，许昼，你醒醒了！夫人呐，昼儿心急缠身，他原本活不过十岁，已经多陪了咱们十几年了，你也想开点吧。许昼这破身体比陆凌说的还要差，以后必须得好好锻炼锻炼，做个猛男。我还要陪陆凌很久很久。少爷，有人来看你了。陆凌吗？许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被歹人所伤，我特地拿了些野山参给你调养身子。这太贵重了，我就不用了。不碍事，我哥哥那还有许多，再说我本来也打算送给你。真的不用了，多谢。谢谢姑娘。许昼，听说海域补心，我特地给你搞了一条。
谢陆姑娘。少爷，我回去给你做山参炖海鱼。小舅。哦，老山参啊，老母亲，不过别多吃啊，虚不胜补。许公子，李姑娘，多谢，但是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哎，刚刚都是误会，你们让我先进去好好解释清楚。哎，下去下去，你今天就是说破了天，我也不能让你进这门啊，自己想办法进去啊。你小子，坐！我的少东家正生闷气，说了不见，你就别再来了啊！放开！这几个箱子也够高，你能翻过去啊？千万别用旁边那梯子啊！啊！这样，怎么这么笨啊，少东家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太笨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不喜欢李小谭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为了徐昼才来的。我不想做别人替身。要熬过多少黑夜才解开迷惘，与过往如何告别，能重新远航。我在时间地图上跌跌又撞撞，越过几场风浪，遇见你的模样。我一直守护思念的心窗，握紧自己的手掌，想带你到身旁。不管你会在什么地方，以后是怎样，我等在未来你的路上。我的目光一直在追寻着你梦里的光，像冬像日葵，像希望生长，在爱意中盛放。我的生命一直在追寻着你梦里的光，闯进炽烈的过往，我祝你永远奔往幸福的方向。这个世界上你值得更好的人。我不管，一眨眼某个瞬间我错过了你，如果要我忘记你，我没有勇气。
追寻着你梦里的光，像土像日葵，像希望生长，在爱意中盛放。我的生命一直在追寻着